请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上次到579页、580页哦，本来是580页了。那我们从579这边哈，它的第一行论文，我们再给它念一遍哈。他这边说，阿赖耶是因缘力故，自体生时，内变为种及有根生，外变为气，等于他的所缘境三个。一个是触，就是外变为气；一个呢是植受，植受就是种子跟有根生，那他这个植受就是内，所以他这边写，内变为种及有根生，这是植受；然后外变为气就是他的触啊。那么自体生时呢，他的第二行解释说是清音种跟业缘种啊。这个这时候呢，生出来的时候就会变这个内外相，然后呢，第四行以所变的这个内外相为所缘境，为自所缘，然后因此呢，这里面就有产生了别的形象，靠着这一个所缘的相，然后呢，就有这种了别的这个作用形象而得起故。所以他旁边的注解就写得很清楚，本是形象必障尽身啊，是为事所变啊，不是心外法。所以如果没有相分，就没有见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先讲这一个形尽所缘相，再讲这一个能源的这个见分这样哈。所以他写的隔壁两行。就是总显见脱相生，见分要借着相分才生、哦、然后呢，最后两行，最后三，最后四行，对不起，最后四行就是要去解释论文所变，怎么个变法？有两种变，一个是生叫变，也就是转变生出来、哦、第二个呢，就是翻过来580元。叫变，是变现的意思，所以呢，缘变这边呢是果能变。你翻回去579，倒数第三行，因能变，果能变，哦。然后呢，我们倒数第四行这边有一句话，如次前说，哎，我这边给人家抄的时候抄错了哈，如次前说，啊。这个因能变，果能变，身熟差别等流异熟二因习气啊、哦。这个其实呢，我们很早以前读过啊，因为不熟啊，读过就给他忘记，还给窥基大师，还给玄奘大师，够可怜的呢哈、哦。请翻到455页开始，这个。中间四物，此三皆名能变事者，能变有两种。这个此三就是从阿赖耶识、莫那识、前六识，哦，初能变、二能变、三能变啊。但是呢，那个不管他了。他说呢，这三个都叫做能变。他说能变有两种。455的最后三行，因能变，讲的是八识中第八识中的等流习气跟异熟习气两个因啊，二因习气。然后因此你翻这个456的第一行啊，为什么它叫做因能变？因为是对着后面的果说这个因，所以它这个变呢是转变异。因此456的246第七行，因即能变，因能变，此二因就是等流习气、异熟习气，能转变生后面的自类种跟同类的现行跟异熟果。所以从因上面能变，能转变生出后面的这一些，所以称它为因能变。所以
所以下面就讲等流习气啊，是怎么样子从阴能变，然后易熟习气是怎么样由前六识啊，等流习气是前七识等等的哦。那么再翻到458，458的第一行。宁因能变，即是种子转变生果，生出来的果是现行也可以，是质类的种子也可以。哦，所以种子生种子，他最后一句话就讲这个，这个都是呢因能变转变出来的果，包括质类的种子跟种子起了现行。哦，所以第五行最后一句话，这样子的因能变的转变，通现行，通种子。哦，就是变生什么？变生它出来的果，就是种子跟现行。但是呢，这里面再隔两行，种因变，现因变，围在第八，现因变通于七世。哦，倒数第三行，这边呢就帮我们做整理。第八世只有果变，没有因；种子只有因变而非果。前面七世可以是因能变，可以是果能变。哦，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这样看，哦，我们加一句话，第八现行，现行的第八世只有果能变，现第八世的种子是因能变，不是果能变。所以458的第一行，你对照这边来看，458的第一行他讲因能变，直接讲种子，种子转变生果。可是倒数第三行却是呢第八为果变，就是第八世的现行。哦，然后下面倒数第三行的下面，现行的七世可以是因能变，可以是果能变。因能变，你就对照456那个等流习气那段话，456页的中间那个论文的那一段话，等流习气由七世中噔噔噔心灵生长。哦，所以这个是在解释因能变。所以回到458倒数第三行，现七世可以是因能变，也可以是果能变。你对照459的最后六行，果能变为前两种习气力故，有八世生现种种相。倒数第四行最后两句三句话，此果能变即自证分能变现生见分相分果，叫果能变。所以现行的七世可以是因能变，也可以是果能变。哦，然后458的倒数第三行，再回来458的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话，前六世中易熟无记心，已经前面讲第八世的现行跟种子，然后讲现行的七世，然后再讲前六世的现行，易熟无记心同第八世只有果能变，也就是只能从自证分生出现这个相分见分两分。所以这个果能变是指自证分升起现见分相分，因此459的第一行他就问一句话，而现行为因能变，这句话是在讲458的倒数第三行。可是嘿，你说奇怪，这个不是讲现行的为果变吗？不是非因吗？哦，
那为什么问话说现行为因能变，种子何故非果能变？啊，对谁名因？哦，你怎么会跟那个四五八的倒数第三行不一样？啊，你看他的答案哈，他回答：此中果变为有缘法，能变现义，也就是那个四五九的倒数第三行。果变是有缘法变现为义，请问什么叫做有缘法变现为义？请你看电脑这边，有缘法变现为义，有缘法是有能源的作用，能变现，现行之时能变现，见相两分，这样叫做有缘法变现为义。所以四五九的第三行，四五九的第三行，故种之非啊，所以种之不能够是这一种果能变，只有因能变。你对照四五八的最后三行，种子是因能变，非果能变。啊，这边说呢，种子非果能变，我就又被他搞混了，你知道吗？所以到底是怎样是怎样哦？但是呢，若体是果而能转变，种子亦是。你看四五九的第三行最后两句话，如果这个种子本身是人家的因能变的果而能转变，种子也可以是啊，种能那个这个果能变。经论但说有八四生现种种相，就是刀这一页的倒数六行，有八四生现种种相，是讲果能变。故知但说现行果法名果能变，而不是从因上面去讲果能变。所以你这样搞清楚了之后，你再回到四百五十八这一边第三倒数第三行，第八为果变非因能变，要讲的就是第八的这一个种子是因能变而非果。所以你对照四五八的这个第七行，种因变为在第八，现因变才通于七四。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因能变果能变。来四六零的第六行，若种子为转变名变，就是果能变哦。种子只有变现，我看我不对不起，念错了哈。这个转变是因变，因能变。啊，若种子为转变名变，可是如果是第八世的现行为变现，果能变的变现名变，但是呢，能熏的七世有因能变，也有果能变。你看那个跟四百五十八的倒数第三行是不是一样？你把两页这样对照看。四五八的倒数第三行，种子因变非果变，所以它只有转变的因变，可是现行只有果变的变现。这就是阿赖耶识，现行的阿赖耶识只有果能变。如果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只有果能变的，讲错，种子是因能变，现行是果能变，这样子，唯是变现，哦，但人能熏的七事两个都有，哦，能熏的七事两个都有。
然后所以四六零这边只是没有讲那个第六前六四，所以四五八倒数第三行这边呢，特别再提了一下前六四里面的一熟无忌星，跟第八四一样，只有果能变的变现，它没有转变，它没有转变的生阴能变，哦，好，那这时候四六零。刚刚念的那一行的隔壁两行，这些说法此前所说都在因为有漏之心，都是有漏，因为就是还没有成佛，相对的果位是倒数第五行若佛果位，所以在因为的话倒数第七行，因为特别讲无漏，有漏的话就像刚刚讲的那样，如果是无漏只有第六第七，哦，只有第六第七，种子跟现行只有等流因果能变，你说那一手呢，哦，这无漏没有放一手，但是呢有因能变有果能变，种子现行啊，不讲一熟，但是等流，只有等流，但是有因能变有果能变，倒数第五行可是佛果位，八四现行讲的是无漏哦，现在讲的是无漏哦，吼，八四现行只有等流果能变啊，因为不再有因能变的那种熏习种子了，如果你说还有的话，就代表还在熏那个因呢，啊，那就不圆满。所以这个就是前面讲过的这些东西，哦，时间有点久远，所以全部忘光光了，全部忘光光，所以才会说呢，上礼拜哈，哦，回到五八零哈，五八零这一边才会搞不清楚哈。哦，所以你翻回五七九，翻回五七九倒数第四行，如次前说变有因能变有果能变，有生有熟的差别，然后这边是句点没有错，等流习气，一流习一熟习气，二因习气，这个叫做因能变啊，那个刚刚四百五十五页四百五十六页就讲这个，所生八四现种种相是果能变。他只是把前面的论文摘重点放到这里来，但是这个通通这两个他在把他这边的归纳都叫做生明变转变，哦，五八零的第一行原明变变现，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说这个就是真正的果能变，所以我们那上礼拜呢才会特别去解释哈，他的这个五七九的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话，故能生因说明能变这句话，请看这个电脑这边哈，解读他就写一种子作能生因，可转变成现行果法，说明能变，只是一生起故明变的因能变，而不是像四百五十五、四百五十六那边讲的因能变、果能变这样对照的，哦，因为它整个你看四五七九的倒数第三行，把因能变、果能变通通放在这边哦，通通放在第一个转变哦。因能变果能变它都放在这里，然后五八零才特别说这种变现，哦，是果能变，因此他才会说现行是缘尽，也就是我们讲的一定要有能源的作用，所以它要有缘一个尽，这时候呢缘尽以后变现，现行是缘尽明变，例如第八是缘种根生等缘变，前七是缘色等
原变。哦，所以要有缘力故变现，有缘法能变现，就是有能源的作用，然后也能够变现见相两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定义，这边说这里的五七九的这个以所变为自所缘形象障之而得起，专门针对这件事情。五八零的第四行，他说：“此中但缘缘故明变”，就讲这件事情。因为要以所变为自所缘，要有所缘尽，你这个本身要有能缘的作用，缘的所缘尽之后，能够变现见相两分。哦，所以他为什么说下面？论讲到变字都准此分别解读，才说今此论中所说的以所变为自所缘，于此二能变中但言缘故名变，唯取缘变义，不取前面那一个生变义。所以我们在四百五十几页那边，主要如果这配合这边来说，那两个因能变果能变通通把它放在那个生变义，而不是缘变义。所以底下讲的都是用这样子的生变异缘变异，所以你看他的生变异里面有这个五七九讲的有因能变有果能变，反而都放在生变异那边。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初那边搞不清楚，好，这已经很麻烦了。他说对不起，再变，还再加一个直受，这五八零在讲的就是这个。哦，还再加一个直受，不过要加直受之前，还有一段五八零的这个第六行哈、哦。若生明变，总之第八世生七世都叫做变，就像前面讲的，这个是生能变。啊，因能的这个是因能变，因为是从种子，然后升起前七世嘛，然后七世生第八，亦名为变。那你也可以说，那个也是前面的生变，它只是呢，这个前面四百五十几页那边的这个因能变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哦，所以这些东西。苏一眼这边他说这段话从再一次解释生变，不是缘变，因为第八第七各有种子能生前七世的业用，通通都叫做生变，然后七世也能够熏生第八世的见分种相分种，所以也是熏变。我说这边你就看四百五十八，你对照一下，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哦，你看这个这里面的说明就是在讲这个，它可以转变生果，它就是前面的这个转变生果，不管是种子升起自类的种子，或是种子升起现行，或者是前期是熏种子到阿赖耶识，这一部分在五八零这边通通都叫做生变，他的意思是这样。哦，好，再回到五八零。那讲完整个生变之后，他这个是有漏的，然后接着他五八零的这个第六行最后一句话，缘无漏生种，准此因之。哦，所以严密呢就帮我们整理啊。这个窥基大师说、啊、准此因之，你们自己推想应该知道，你没有解释我还是不知道啊，你解释了不见得知道，更何况你没解释。好，所以呢就看严密啊。因中第八望无漏种，二变俱无，因为它不圆不熏。
哦，所以它也不是缘变，也不是生变，因为。可是如果果位、佛位，啊、哦，本是缘变，缘变不要忘记，就是自证分可以变成见相两分 ，OK 的，哦，所以佛果位、阿赖耶识果位、阿赖耶识可以缘变，因为有能源的作用，啊，就是刚刚一直强调这句话，有缘法，然后能变现，哦，这就是他所谓的缘变，所以果中的无漏可以缘变。再来六七，因为中的无漏，当然可以啊，可以因变，可以果变呢、啊。啊，可以因变，可以缘变了，对不起，不，生变缘变了，因能变，果能变，然后呢，生变缘变都可以，但是果中的七事也一样，只有缘变，果中就是佛，哦，所以我说呢，这边可以参考四六零，翻一下四六零那边到底写什么，就我们刚念的那一段了、啊。尤其是四六零的倒数第五行，你看佛果位八识现行，唯有等流果能变色，因为在果位没有熏习了。可是如果是因位的话，还可以。所以这个讲的是无漏种哦，这一段最四六零最后这几行讲的是无漏种哦，所以这个在因位无漏种第六第七。可以有因能变，啊，可以有果能变，所以这一段我终于花一点时间复习前面的，啊，我把它弄清楚了，啊，我这样讲讲讲，啊，我不知道在座每一位是不是都可以很清楚，但是我相信各位回家自己好好的把前面四百五十几页那边再重新看清楚。把它弄了解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个五七九五八零这边，那就没有问题了，哦，一定没问题的哦。好，现在呢五八零的第七行，啊，他又说若缘明变，第二种缘变为影像心上现者，有漏诸事等各自相分事，也就是呢。各自相分就是呢，五七九的倒数第三行，其实它引用的就是前面果能变那个啊，五七九的所生八识现种种相啊，这个他讲的影像相分，千万不要忘记刚刚的定义，缘变就是要有能源的作用，能够从自证分变现见相两分。这个定义一定要记清楚，所以他这边讲的缘变为影像心上现者，啊，请看书一眼这边，意思就是说缘变这个是心心所缘尽的时候有能源的作用，缘尽的时候即尽等影像相分向能源心上现，所以这个心心所有能源的作用。缘尽的时候，他就自己现变现出见相两分，但是等同是那个影像相分向能源心上现。他本来我们说缘变是从能源的这边去定义，它有能源的作用，能够变现自见相两分。现在呢，这句话是从被。缘的所缘的尽，它会现在这个心上面的影像相分，这样叫做向能源心上现者，即诸事等各自它的相分，所以等于我能源心缘清的时候，我能源清净清色的净，然后呢就开始生出见相两分。但从那个镜上头来讲，他就用影像相分现在我这个能源心上，是一种对比的讲法。
哦，所以各个见分对各自亲等镜像，这样叫做各个自分事。然后这课本这边写的是有漏诸事等各自相分事，就是它的相分。哦，那也可以是自证分，各自对自己的见分，各个自分事。所以就不讲是见分啊，是相分，但课本这边就特别在强调的，这个影像是这个能源心的心上的相分。好，这个就特别强调啊，我们以前在听那个学长介绍唯识的时候，一直说我们往外看，我们以为看到实境，不，我们看到的只是自己心上现出来的相分而已。现在就比较明白，那些学长讲的就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啊，他们当时候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没有讲这么学理，他就用一个譬喻，他说，哦，我们用照相机来做譬喻，那时候照相机不是手机啊，哦，那个有底片的那种，啊，哦，他说实际上呢，我们在照相机上面所看到的境界，并不是看到实境，而是透过镜头，然后呢，放到那个底片上头去，我们所看到的只是那一个相分，并不是看到实境。哦，那时候内心在想，这个解释，那怎么会隔一层？怎么不可能？不是说外面是阿赖耶识的亲相分吗？啊，怎么我们演示圆他的时候？啊，又只是看到自己的相分，而不是阿赖耶识的亲相分。哦，所以后来越学越多，他又告诉你，又给你两个名词啊，亲所缘缘，宿所缘缘啊，他会多，就越来越多名词，哦，那就越搞越混。哦，还不如当初他用那个 P， 嗯，多少有点理解。后来用到了这个生物科技的时候。哦，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看到外面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透过这个那个叫做瞳孔，然后呢，那个光影啊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头，我们接收视网膜的那一些光影，以为我们看到了外境。哦，哎，这样子再加上比较新的那种生物科技的讲法，也就更能接受了。嗯，这个说法我可以同意。哦，用那个照相机的底片，总感觉还隔一层这样子。哦，然后我们所认识呢，竟并不是真的 touch 到外面的那个阿赖耶识的亲相分，而是透过这个眼睛的功能，我们辨识的，我们了的，了别的。其实是在我们视网膜神经上头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光影。哎，我说，哎，这样 OK， 那只是呢专有名词说，哎，这个叫做相分啊，那个能了的叫做见分啊，套一点唯识的名词进来。后来发现呢，哎，这个也不对，因为毕竟这个只是借着我们的生物科技，我们的肉体去作为说明。请问这样子一来，请问那个见分、那个相分，你说见分是那个视神经，那是物质；见分、相分都是心的形象，心理现象，怎么会是？用那一个视神经视网膜，啊，不是等号啊，不会是等号的。但是你对初学人讲要去讲到这么复杂，啊，拜托，连照相机都不能懂了，更何况还弄到这个什么阿赖耶识的这个相分宿所缘缘亲所缘缘哦。好了，那这个差不多了。那偏偏他又加一个，因为这边要讲植受，内变为种子根生是植受，所以你看580的第九行，一切诸法或互作三，亦有植故，名之为变。所以疏一眼就是说，好，
把执受也叫做变，因为有执受招前二变，哦，才有所谓的生变缘变。那执受这三变啊，哦，有执受三变。那因此呢，接下来有这三种之后呢，他就说呢，那配合有执受这一部分来讲，根生种子具有二变异，外气界只有一种，七识也只有一种，哦，直接看解读就清楚了啊。能变除却上文所说的生变缘变，还有第三种变，就是还有一个执受，故名为变啊。依这三种变异做配合，现行的第八识缘五根生跟种子具有两种变，哪两种？缘变跟执受，故名变，不是因人变果人变哦，不要背错了，是缘，因为它有能源的作用，缘了它之后可以有相见两分出来，它有缘变，它有执受，因为是同安为色为自体，执受不要忘记它基本定义哦。哦，我们学天台的时候记忆力很好，都很快都能够把它之前记的把它连上来。学法相了，上了年岁了，有时候记得记不住，但是现在要强调，学过了一定要记得，否则要连起来的时候就很难。哦，所以为什么它一具有执受的变？因为它把它设为自体同安为故，现行的八识。缘着五根生跟种子，哦，然后现行的第八识只有缘故名变，因为不会设为自体同安为故，所以他没有执受名变，这很清楚吧？哦，可是种子呢？种子不是现行的第八识哦，种子的第八识。对前七转世，当然就有因能变的问题的现象啊，所以他说他有生故名变，因生故名变就是他强的，可以是因能变，可以是果能变，他起码他一定有因能变的这一部分，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变异啊。那或者是呢，这个接下来或者是讲这个，就是在讲五八零的倒数第四行。有的地方讲不变，这句话你看解读他怎么讲。另外一种讲法是第八识对前七识，特别讲的是最后这一句七识，因为前总之第八识对前七转世只有生故名变一个，但是呢有时候连这个也把它剥夺掉，哦，啊，不有变异者啊，讲它不变，只不过是呢，依缘故名变，此第二门跟执受名变，此第三门来说，啊，因为现行第八识既不原立前七转世，也不执持彼七转世以为集体共安为，所以不执持就是没有执受，哦，也不原立，所以就没有缘变，它只有生变。所以讲这个啊，有不变的话，就是它没有第二门，没有第三门。从这个角度去讲，没有变，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最多它就是只有一个生故名变，讲它不变是讲它没有第二种缘变，没有讲它第三种执受名变。是这样的解释，哦，终于把它搞懂了，哦，严密再复习一次。现行第八识妄根于种，有缘变有执受啊。对于这个外面的气世界只有缘变啊，因为缘着气世间的，它可以有能源的作用，然后呢再生出相见两分啊，所以只有缘。
然后总之是对现期是就是只有申辩啊，就起现行啊这样子。然后现行望现期，现行的第八识对于现行的第七识三辩俱无啊，这句话在解读里面就没有出现啊，只有这边又帮我们多了整理这个东西啊。那如果是总之是望根器啊，那就是可以从种子起现行，从种子生种子啊等等的。那气也是四共相总生，所以且举现是现世即总而言，根据三变外气二变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地方你把前面四五九四六零那边你再重复复习一遍啊就有了。那说一言一样的意思，只是不同的用字而已啊，所以我这边我就不念了哦、啊，所以这边才讲一下，为什么有个地方讲第八不变，是因为呢没有对着前期而言，没有第二元变，没有第三直受变这样子。啊，你看没有元第七世，所以没有那个元变，元变再复习一次，有能源的作用，圆了那个所缘境之后，再变现出相见见相两分，所以第八世。它只是生出前七识，它不圆前七识，不能直受前七识，这样子。哦，好，终于把这一个上一礼拜没交代清楚的，起码我认为有交代清楚了啊。如果你还不清楚的，你回家一定要好好复习。那四五九到460、461那边，然后好580的最后两行。大圣圆无不生四心，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他前面579讲相见啊，见脱相生。哦，你看579中间那句话，此意总显见分脱相分生。大圣里面的讲法，影像相分是变出来的，是缘有而生心。原那个有的影像相分而生出见分，所以叫做见脱相生，不是原无。你说原有跟原无是什么意思？就是580的最后一行啊，最后两行，580的最后两行，大圣原无不生四心，影像之中必定变为依他法故，要是依他起心的相分，有了依他起性的有体的相分，才可以升起见分的形象，形象障之而方得起。哦，所以疏衍他这边就是这样写，要缘有方生心，缘无不生心。这个地方都是讲的是影像相分来说的，凡所缘境必有依他影像相分，依他起的影像相分，见分才能够呢障此障这个影像相分而生起见分，缘有生心。但这种不是特别去讲缘本质，因为是影像相分跟本质相分不一样，所以他讲的是缘影像相分依他起就好，不需要特别讲到要缘到本质相分，因为影像相分本质或无故，不一定要有实质的本质，只要影像相分依他起的影像相分就好了。他就举例缘过去未来，他没有本质，但是你可以圆得到。哦，所以他特别这边写不需要圆本质，所以你看课本最后两行最后一句话，非圆本质法才叫做圆有身心，圆有那个有只要有影像相分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严格到要有本质相分。哦，所以他才说非圆本质法名圆有身心，因为有时候影像相分不竟然有实体的本质，如同过去未来法，你可以回忆啊，你可以假设啊，
我接下来我会面对的是什么啊？那些都是你自己假设出来的、啊、哦。然后呢，581又说：若影像心不定有者，即因事起无有原意，尽无体故。比如我见。哦，先简单的看他这边的注解哈、哦。这个疏衍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心起时，心上无影像相分者，心会不会起来？心是起来了，但是呢，它没有影像相分好缘。你说那是这样吗？啊，事起而无缘意啊，以彼心上无依他相分。他很简单的举这样的说明，但是他课本这边实际上说，这句话要做譬喻的话，用我见比较能够清楚。我们先把我见哈，在不管是哪一宗哈，在佛门里面定义我见是什么？对于虚妄的我，把它当成有实体的东西，然后认定了那个就是我。所以一般来说，初学的话，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众生哈是五蕴合合的一个假体假象。可是我们凡夫呢，很容易在五蕴合合的这个假象上头认定有一个我的实体，那个就叫做我见。所以请问你所认定的那个我有没有实体？没有、哦、但是你却根深蒂固的，我们都这样、哦、根深蒂固的认定没有我怎么可能、哦、所以疏忆眼这边呢，他就把它前后贯穿起来这样解释：缘尽时有影像无影像等，如前我见中说，独无不生心，但无得起虑。这是他自己的解释。我本来以为是哪里出来的这个金句，原来是我们疏忆眼他自己发明的。他觉得这样解释很好啊、哦，只有无他不会起来，那个心是不会起来啊、哦，但是可以有所缘虑啊、哦，所以他说，如果你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哦。但是因为我不太了解他前头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两句本来还不懂，后来把他前后文看懂了哦，原来是你讲的是这个哦。心上无影像相分，尽体者，事起无有缘意，就是你会不会起心？有，但是你所缘的虚幻的东西，没有真正的所缘，有体的所缘尽。所以他就用我见来做说明，我见用个见嘛、哦、所以是能缘，然无我见所缘的我体，没有实体。所以他自认为，我们自认为我见一定有所缘，认定有一个我啊、哦、所以就是这边写的，虽然是无体，但是我会有这个观念起来，也会这种想心理现象出来，所以有所缘，但无缘的实质意义，原来他讲的有所缘无缘意，那个意字就是有没有实意。你好像有所缘，但是无所缘的真正的实意，因为没有真正的我体，所以才会说呢，影像呢不一定有。不是说无就起不来，哦，所以事起没有影像也可以起心，但是没有实质的所缘意，例如我见，所以无缘意，那个意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他举我见真的很恰当。我们凡夫都自认为有啊有我啊。可是呢，到了佛门里面，他就马上先跟你解释，我不就是可以分成色、受、想、行、识吗？那请问你的我是在色上头，还是受上头、想、行、识上头？每一个都不能够全部代表我，你说那各分五分之一啊？你会承认我可以被割成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吗？
你不会承认啊，我就是我，肉体也是我，我能想的也是我，我能感受的也是我。那另外就是说，那好，那因此呢，佛门里面就开始说，那是不是有一个离开五蕴，另有一个我，离蕴我，还有集蕴我？刚开始不就是破这个吗？哦，那楞严里面就用这个。那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离蕴我，他要离开五蕴，另有个东西，那不能在这肉身里面哦，是离开你的自身的五蕴，另有一个我。哎，在哪里？如果是这样，在哪里？你说那在里面啊，在里面怎么会是离蕴我？所以你已经放弃是离蕴我，对不对？那好，那是集蕴我。那集蕴我，我就要问你，那个我是在色上头，那受想行识是我所有的吗？那这时候，尸体为什么它叫做尸体？肉身色蕴还在，按你的受想行识就不起作用啊。好，所以我在色身单独在色身上也不行，单独在受想行上头也不行，单独只有事也不行。那就一起，大家一起合作。所以既然是一起合作，哪一个都不是我的全体，对不对？所有的毗婆舍那都是从这边开始。我们修奢摩他，修毗婆舍那，请问你自己在修观的时候，修毗婆舍那的时候，有没有真正针对自己的五蕴去做观察？有时候我们自己静坐在那边念佛，那默念呢，如果没有这个肉身，谁在念佛？可是单独只有肉身，它跟外面的那些动物不是一样，都是有一个物质的肉身，他们不念佛，为什么我可以念佛？他们不了解，为什么我可以了解？那一定就是受想行识这边来的。我正在念佛的时候，是受在念佛，没有哎，我一面念佛，一面还觉得这边痛，那边痒的。所以是用受在念佛的话，不应该是念佛之外另有一个痛啊、痒啊、热啊、冷啊的感觉的感受哎。然后那边一面念佛，还一面想别的东西，所以可见也不是全部的想去念佛哎。那行行是什么？照做。如果按唯识的讲法，除了受想之外的其他的心所，都归给行。啊，不要那么多，行就是一种照做，不断的在那边运作，在那边运转。哦，除了你的受、你的想之外，你的心理活动一直在进行当中，你在念佛也在运行。你觉得我用呼吸念佛，请问谁在推动呼吸？你说我，刚刚又回到刚刚题目，离开另外的五蕴，有另外的我在推动你的呼吸吗？推动你的心跳吗？好，那受想行识，识的全体，我的八识啊，不管是阿赖耶识、前七识、前六识，都是识在念佛。那你把色身摆到哪里去？你正在坐在那边的时候的念佛的时候，你说都是事在运作，你说那都是唯识啊，哦，那唯识没错了，但是你的色身也是你的唯识所现。为什么你认为你的事现出来只有你的默念的佛号而已？你把色是这个阿赖耶识的相分那个色身，你把它排除在外。没有色身，你现在能念佛吗？你说中阴身也可以念佛，鬼道也可以念佛，中阴身跟鬼道没有色蕴吗？讲这么多干什么？就是那个我见就是执着有一个我体，直接从五蕴去观察。然后楞严经就告诉你，哎，原来都是这个
寻夜发现啊，一下忘记那叫什么去了。寻夜发现前面那句话是什么？哈哈哈哈哈！对，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寻夜发现。哎，这三句话连在一起，我只记得寻夜发现，随众生心，应所之量，竟然这么重要，忘记了啊、哦！所以你看，我们的四受想行识是随着我们的心识现出我们目前所认知的我的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所现的跟那个业密切关系啊、哦！所以呢，举这个我见啊，你看，但有所缘而无缘意，所以这边就是五八一的第二行，他就讲说，这个影像相分呐、啊，不的心不定有，是可以起心，可以生起事，但是他没有所缘的实质意。哦，所以苏超干脆呢，干脆这样写：心起之时，代彼相起，是对小乘法许说，人不尽理。哦，也就是说，你强调的要缘有生心嘛，因为不要忘记它是缘前顺着前面五八零的最后两行讲的哦，缘无不生心哦，要缘有，就算你缘的是影像相分而已，不尽得要本质相分都 OK 的，就算是影像相分，你也要依他起。但是这时候呢，他说呢，就算没有依他起的影像相分，心事可以起来啊。哦，但是没有真正的所缘意，可以允许这样。但是呢，苏超说，这个讲法其实是对着小乘的讲法，不得已的，啊，不尽理。因为假设你所缘的是真如呢，不带相啊，连相都没有啊，你却说一定要有，却起码要有影像相分。哦，若言有体生心，若言有体生心，缘真如；若自证缘见分，皆有体生心，这样才合理。哦，是用自证分、缘见分这样去解释。啊、哦，那是补充说明，说前面这种讲法，窥基大师这个讲法，这是对着小乘法去说的。如果碰到了这个缘真如的话，这句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哦，那么这个解读呢？他把它补充，若无分别智缘真如，则不必变现影像相分，而是直接弃证真如本体以作所缘境。啊，若即直以为影像相分于见分心可以不定有者，就是影像相分不定有。课本的五八一的第二行那个，哦，你认为是影像相分于见分心可以不定有者，即使心事是升起，便无有缘意。因为所缘境无有依他实体故，所以才我刚刚才解释说，无有缘意的意思就是没有所缘的真实意啊。因为你所缘境无有依他实体故，例如意识升起我见识，虽无有使我作为本质，只有影像相分，但仍需要有依他起的我的影像相分，比有体实法作为见分了别形象之所依托，我见才能够升起来。哦，要有依他起的影像相分作为见分了别作用啊，在这边讲形象就是见分，就是了别的作用，才能依托的这个相分升起形象了别，你才有所谓的我见。所以五八一的第四行，他才会说呢，这个这里金布萨婆多小圣萨婆多啊，大圣就是唯识啊，有差别，以略解之。哦，所以他这边呢，就是在讲这个五七九页，不要忘记五七九页的第四行，以所变的相分为自所缘，你的形象了别见分，才障之而得起。
透过这么复杂、这么详细的分析，我们就更加了解我们自己在修观的时候，为什么说楞严里面要我们丢掉那个丢掉第六意识，对我们凡夫很难哦。然后呢，一直跟一直反驳说呢，这个就是什么要舍根，舍事用根，哦，是像我们舍事，我们六七是怎么舍啊？哦，所以在正脉书我们才会说，舍事是舍虚妄事，我们凡夫不可能一下子舍掉第六事。用根是用根性，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你的六七事。啊，不管第七识，你的第六识的了别作用，为什么它能够升得起来？就像这边讲的，要有相分、形象了别，才能够依托而起。所以你的第六识能够升得起来，本身就是依他起的，有条件的升起来，不是实有的。所以正脉书一直强调。第六意识是虚妄事，是执，它必须是要借缘而有。但是你现在所借的缘呢，是你所了解的这种如来藏的空性思想，你的六识所缘境是缘起的，你的第六识的升起的了别作用也是缘起的，而且是见相两分相对才有的，这时候你才能够看到，原来他说的第六识升起，或者是第七、第八升起，要借缘而现，然后借缘而现呢，你没有缘，他能生的功用是不是一直在？对，他要讲的舍事用根就讲这个。用一个譬喻，之前一直习惯用的譬喻，镜子能现象是它的功能，但是所现的相叫做虚妄相，所以舍事用根就像这样子，你不要被那个镜子上面所现出来的虚妄相给碾死了，你只要认清楚它。镜子本身就有这样子的现象的功能，你的第六识能够做观照，这是它本来就有的觉照的功能，但是它在起觉照的功能的时候，它一直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就像镜子本身它的能生的作用不会因为它所现的相的生灭，它的能生的作用跟着生灭，所以叫做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所以这时候你说那好，那我根本不必一定要念佛，不要修观想，反正我念东西南北，念阿猫阿狗都是四个字，我只要知道它都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哎，那不一样。我们见到镜中像是庄严清净平等慈悲正觉慈悲，我们就会觉得很殊胜。看到镜中像是丑八怪，看起来这边也不对，那边也不对，脏兮兮的，内心就会跟着起那种厌恶、丑陋、弯曲的心理。所以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观想佛？既然能生的功能都一直在，可是我们凡夫取所缘境的时候就会生心，所以你为什么不取佛像？为什么不取佛号？因为透过佛的名号、佛的相号，你可以衍生出来，再不断的生出来，你对佛法三宝、对佛的功德智慧有更加的这种 扩展出来的那种现象了，因为你不断的熏习都是这些，然后
又让它种子起现行，又让它呢前七世又熏回种子。所以与其念阿猫阿狗，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效果不一样。你对后头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意义的了解，所熏习的种子是不一样的。除非你已经是明心见性那种禅宗大德。所以为什么禅宗的大德他可以为了教学起见，丹霞披佛啊，干狗屎也都是呢亲近法身，那是教学方便。到了明清两代以后，这些禅宗大德发现这一招不行，这一招对凡夫呢根气越来越烈，所以不再用这一招。到了彻悟禅师说，与其这样，不如全部念佛观想佛。既然是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如如不动的本性，能现万法，十法界都能现，你为什么不让他现佛法界？你说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接下来开始要广解。这个前面你看581啊，第五行为恶广解，也就是说呢，为出在哪里啊？五六七，那是略解而已哦。啊，五六七的导三，你看五六七的导三，四二别解释。五出解所缘跟形象，解所缘形象的时候，未出略解，再拆开成生出能源形象，生二五六八那边所缘的境界，哦，然后两个能源所缘交代完略解，接下来五八一第五行才是未二广解。广解一样，先广明形象，那再来呢？能源呢？生二的六零八，哦，你看所缘的，广明形象是能源，对不起，形象是能源哈、哦。那所缘的是六零八，哦，这边才开始讲所缘，所以讲能源的形象的了。就讲一堆，为什么？因为要讲到四分，不是四分钟了、啊，见相两分跟自证分、正自证分四分，哦，不是讲四分钟哦。好，回来五八一，一样第五行的科判有出生正义解了言，开始要解释那个了这个字，哦，然后呢？续出约心进士，也就是论文始终了者为一熟士，这个心于自所缘有了别用，对于所缘尽、哦、所以这个了别就是指的是一熟士对于自己的所缘尽有了别的重作用，这就是心进士。所以下面的解释呢，他说第一个护法菩萨是其了缘生起正义，就是有出恶呢，就是有恶明四分及对小圣明形象等，这个有恶是在582页、哦、那有三总结是在604页、哦、所以才会说呢，为什么讲那么多，就是因为他讲到四分、哦、那总结，我们先看一下总结604页。总结604页的倒数第二行，哎，倒数第二行没错，故是形象即是了别，了别即是是之见分，讲的就是见分。哦，讲的就是见分，啊、哦，就是他的形象。好，这个就是他的总结。回到581、哦、那如果是581的中间这里虚二，也就是说虚出是从心跟境，心就是一熟识，境就是所缘境、哦、然后
虚二约四分四，要去讲了这个字，要从四分里面的见分去讲。所以极生正义解了言也，言此中者，也就是这边特别要去讲了，所以他才说此中简词义。什么意思叫做简词义？请看一下他这边的书义言，他帮我们多说一点。简词义就是减去余三分，词见分，就不再讲前，因为要讲了，所以不去讲相分，不去讲自证分、政治证分，专门讲的是见分，叫做此中的减词，或者是呢减去余门，此取形象八段十义那个形象这一门，哦，那也可以说呢简别于前面讲过的自相、果相、因相跟所缘，这边要讲的是形象这样子，哦，两个都可以，哦，所以你看他下面的解，回到课本五八一啊，是简词义，此解第八式形象，讲的就是第八式的形象，所以用的是易熟式，于自所缘，就是他前面讲的自己所变的影像，是亲所缘相分所摄，特别强调的是亲所缘，啊，不是书所缘缘，是亲所缘。对于这样子的自己所变的影像的相分，亲所缘的像影像相分有了别用，不是在心外另有东西啊，所以非于心外法，啊，所以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引用说我初学啊，晨曦社的学长一直在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所辨识的所了别的那个相啊，不是真正 touch 到啊，这个就是他讲的是阿赖耶是自己所变的，自变自缘啊，所以最后两行此了别用，讲了别就是见分所摄啊。窥基大师呢多说一些话，与所缘相分上有了别的作用，就是形象，指的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不是其他的，非是余分啊。五八二，也就是说讲白话解释到这里就好了啊。可是如果这样就不叫做速记，这样叫做白话解，成为是论白话解哦。是速记的话，它一定要多一些东西啊。五八二的第一行，形象有二啊，一者见分，如此文说，就是一切事等皆有此形象，与所缘上一定有这个形象了别的作用。此文在这个哦，那你翻对照五百六十八页，为什么要对照五百六十八页？因为那边告诉你形象有三，那个相有三种。讲形象的时候，特别去讲这个。你看五六八的第三行，四的字体分以了别为形象故，所以讲形象就是讲见分，这是总说。可是接下来告诉你，这个相呢分三个，你就照着那个科判哦。地初啊是镜像心行解，第二形象具心解啊，然后呢这个还那个第四行哦，中间还出约形象解。可是如果是呢倒数第七行，倒数第六行还二约形解哦，所以总共有三个。第一个相是镜像，形象是形于镜之相啊，哦，然后第二个相是相状，形镜的相状。这时候呢他就补一句话说，前面那个是形于镜像，你可以是无分别自缘真如。可是如果是第二种解释，相状行进的相状无分别自缘真如，没有相状可言，
啊，第三种解释，行尽智，行解相貌，那也不是无分别智，因为无分别智无相。所以倒数第三行才说本，但是行于相意，不是第三个行解意。那就是什么？第一个讲形象，就是讲第一个行于尽相。所以五八二再回来，他说呢，如此文说，这边讲的形象就是讲见分，一切事等都有这样子的见分啊，与所缘上，所缘就是相分哦，所以在相分上面一定有这样的见分啊。第二个特别讲的是影像相分名为形象，这时候一切事呢不竟然都有这样子的形象，影像相分，因为所缘不定故，如此论下所缘缘中有亲所缘缘疏所缘缘，此论下就是第七卷，第七卷在哪里呢？一五六四页啊，你如果听不清楚，电脑上面有 哦，那里面就讲到呢，有亲所缘缘，有疏所缘缘，所以才叫做初二所缘缘体哦。好，这时候呢，我们看解读对这段话的解释。一者见分就叫做形象，就是形于尽相，就是我刚让大家看的五六八的那一段，一切事都有这样的形象，与所缘上，不管你所缘的是有为法无为法，有相分无相分，一定呢，既然有所缘的相分，就一定有能缘的见分，定有见分升起以为形象。第二种讲法叫做影像相分，叫做形象，就是形尽之相。你对照五六八，形尽之相是什么？第二种解释啊，五六八那个第二种解释，行尽之相状。好，回来看解读这边，如果是这样子叫做形象，一切事或有影像相分，有漏诸实，或无影像相分，例如无分别智缘真如实相。所以这时候呢，所缘的影像相分或有或无，所缘不定故，这就是课本的第二行写的，或有或无，所缘不定故。哦，那详细的话，你想要超前部署、超前了解，你自己去翻下册的1564页哦。然后呢，又引用瑜伽师地论，啊，引用瑜伽师地论的第一卷，啊，有一句话呢，叫做“同一所缘，非一形象”。实际上呢，我们窥基大师呢，他先把这句写在这里，后头他还补充说明，请你翻592页，592页，第三行。你看他这边用了瑜伽第一说，就是第一卷里面讲同一所缘不同一形象，然后呢第五行就解释具了别领那各个不同故，了别，了别是事嘛，领那是受嘛，各个不同故，所以相分虽不同，然即相似，如亲为近，诸相俱亲，相似名同，所以叫做同一所缘。哦，都是缘这一个亲相，所以所缘是同一所缘，但是呢不同一形象，见分各异，虽俱是亲，取向各异，这样叫做不同形象。哦，所以你他说为什么五八二再翻回来，为什么要引用瑜伽师地论的这段话，同一所缘，因为他要配合那个影像相分，你所缘的都是影像相分，这是可以是一样的，但是有没有那个形象大家一样呢？不尽然，形象各异啊。哦，所以瑜伽师地论的前后文就是这里，彼诸伴者为彼具有相应诸心所有法，所谓处作意受想思这五片行心所，即于演示具有相应诸心所有法，又比诸法同一所缘非一形象，具有相应一一而转啊。
转略转里面就解释这段话，如果你把形象解释成影像相分，那即本质为所缘，体一名同，大家都是缘同一个本质、哦、然后形象体别，可是呢这个不同的影像相分啊、哦，所以这样叫做不同形象。如果你解释这个同一所缘非一形象这句话，同一所缘是缘本质，本质一样，但是呢你的形象如果是解释成影像相分，那非一形象、哦、那如果你的形象是用见分啊，那即倾向分，体虽个别相似名同一，但是呢大家的了别作用，就像刚刚五九二讲的，一个是领纳，一个是了别，各个异故，名为不同形象、哦、所以等于这句话瑜伽师利用的这句话，你可以是影像相分当成形象，可以是见分当成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慧寂大师要引用这句话。哦，看起来都是同一所缘，但是呢，就有这两个解释：形象你是用见分来解释，还是用影像相分来解释？阿内呢？所以他这边才用一句“同一所缘”而已。啊，形象就有这两个解释，这样子。哦，好，那么书意眼这部分呢，就在。稍微讲详细一点哦，依于且此论变二形象，且如以见分为形象的话，假设呢形象是用见分来解释，那这时候呢是倾向分明所缘，就像略转这边讲的倾向分哦，所以事上倾向分明所缘，那这样的相分定有心起时皆变相故，即相分相似，这样叫做同一所缘；见分个别叫做不同一形象，不同形象。哦，把那个略转这边呢多一些文字说明。那假设你用影像相分解释为形象，一切是或有或无，或有者后有后得智，后得智，他起码没有用我们凡夫的哈。用的是后得智，对比于正体智根本智，他用根本智跟后得智，后得智有影像相分啊，正体智根本智圆真如的时候没有影像相分，所以这样叫做或有或无，但是呢同一所缘啊，证明影像相分是所缘，同的话以形象相似故，所以影像相分是形象，那形象相似啊，但是呢不同啊，不同同一所缘，然后不同一形象啊，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本质来说同一所缘不同形象，假设是这个哦，他就讲的更多啊，反正有人看一看就好了哦。啊，那本质是所缘，相分个别叫做不同一形象，这也是一个讲法。所缘呢都是本质，但是呢现出来的相分呢啊不同的形象，因为你用的是影像相分解释嘛，哦，然后相分相似叫做同一所缘，见分离那等各异叫做不同的形象，或者是呢本质影像具名同一所缘，直同叫做名同，相分相似叫做名同，然见分了别离那等各不异叫做不同的形象，哦，它分得更细就对了，哦，原则上呢。假设你对这三个解释呢不是很理解哦，简单的就是说了哈、哦，形象可以是影像相分，可以是见分，哦，但如果是呢见分，一定是倾向分，哦，那如果是影像相分当形象，哦，那就不尽然。一定有、哦、但是呢都可以配合瑜伽师利论那句话，同一所缘不同一形象，这样子来解释、哦、好，那五八二的第五行他说呢，虽然有这两种讲法形象，
今此且曰诸事定有者说，那就当然不会是用影像相分作为形象的解释，那一定是用见分，或者是为了要与小圣别体者说啊、哦。你看疏衍这边这句话，据小圣宗来说，以影像相分名为形象，见分叫做事啊、哦。小圣诗里面讲了，心心所上面有四境之相，但是心心所不是缘这个，而是带着这个，亦非能缘行解，但能缘心带着这一种镜像，就是他讲的形象，带着这样子的镜像形象缘前进。你说什么叫做前进？有心外法，不像唯识，心外外面的东西也是心所变的。小圣的讲法不是，外面自己的因缘起的外境，这时候心缘境的时候，带着四境之相，是带着四境之相去缘外境。哦，所以它不是所缘的外境，也不是能缘的行解。不是、哦、所以他的形象的定义就是能缘心带着这样子的镜像去缘前进。这对我而言我实在很难想象、哦、不过看懂看他的文字的东西，原来假设我看了那一罐茶壶，我为什么能够认识它是茶壶？茶壶是茶壶，但是呢，茶壶现出一个镜像在我能看的心上，我是带着他的形象镜像而缘茶壶认知认识他。他们的解释是这样。所以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外境实有，外境是有的，我要认识他啊，我能认识的心带着他在我心上现出来的形象镜像我认识他。哦，所以瑜伽的讲法跟小圣类似，这个论特别要跟他不一样，所以他说呢，与小圣别体者说，因为下面那两句形象以影像相分为形象者，小圣同故、哦、所以此论以见分为形象，据二义曰诸事定有，一定都要有的形象。第二要跟小圣别体者说，所以解读说以小圣宗旨是以形象明形，以影像相明形象，以所对境为所缘，能缘心所缘境中间有一个形象啊，代比镜像，这样子有四境之相，四境之相就是形象，就是他讲的影像相分。哦，所以这个就是他说为什么要有见这个形象有两个解释，是这样讲。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再接着想下面那一段哦。好，继续五八二哦，五八二的这个第六行科判反成后解哦。所以呢，他说呢，形象这两种讲法，一个是见分，一个是影像相分。如果只有第二种影像相分的话，没有第一个见分的话，那么等于你对于这句话第八式的巨石五心说法处作一说想思哈，这个如何可说同一所缘不同一形象呢？所以一定需要两解的原因在这里。那为什么还会多了有这个影像相分叫做形象呢？因为是极量，极量论哦。那我们说极量论是谁呢？
极量论，这个是陈罗，哦，陈罗。然后呢，唐朝易进呢曾经翻译过，但是呢不见了，啊、哦，这里面陈罗也是法相中的法师哦，所以他里面有什么是什么六品啊什么的哈、哦。然后呢，文献是梵文呢、啊、什么的都不见了啊，但是藏译本还有，啊、哦。那民国初年，吕澄有结一本叫做《极量论释略钞》，那1980年法尊是译出略解，都是从藏文本出来的，哦。那么可是呢，你看哦，我就打一个疑问：这个窥基大师怎么会知道所引的极量的文？因为他说这个是在译进的时候。翻译711翻译的哦，翻译完之后不见了。窥基大师是632682哎，他怎么会可以引极量的文？哦，所以我都觉得这个历史上的这一段的文字说明一定有不足的地方。哦，窥基大师能引用出来，代表唐朝那时候也出现过。不是只有易经那时候才有，我们只能够是这样说。但是这边的资料并没有显示出是这样啊、哦。然后《极量论略解》，刚刚讲的法尊法师是从藏文翻译的，对这段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只说有黑白黑等种种意象于心中现，即待相待尽相待尽相量度尽意。如是此现象，既可说是所量，亦可说是能量。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所量，所以等于在这里待尽相量度尽意啊，所以是这个影像相分哦。那为什么一定需要两解？也就是一定要第一解，不能够只有这个影像相分呢？哦，这个疏一眼这边啊，如何第八星星所变不同呢？答。第八识变根生时，轻变根等有实用，这是心王变。可是心所托本识所变为质，质方变为影像，这时候影像相分无实用。因此他说，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瑜伽师义论会写同一所缘呢？所以经故将。经过第二解，将影像相分作为形象者，所以心心变根生等不同，以影像相分相似，这样叫做同一所缘，等于就是替这个瑜伽师地论在做解释啊。也就是说，瑜伽师地论本身它就是两种说法都有，所以影像相分相似叫做同一所缘，那也就是所变的根等有实用无用的不同啊。然具变根等多影像相似故同一所缘，即心心所体了别你那等各异叫做不同一形象，啊、哦，所以也需要有影像相分，啊，要有见分，要有影像相分两种，要也成立极量论中的影像相分为形象这样子，哦，所以等于这个也是替极量论做一个说明，那也就是窥基大师说呢。为什么形象会多出一种解释出来，就是因为极量论里面那极量陈罗也是那个唯识论师啊哦。那现在呢就是无分别智无有影像相分作为形象的困难也终无法解释，也就是没有两种解释的话啊，无分别智无有影像相分作为形象的困难也没有办法解决啊、哦，是这样。什么意思呢？请问我们说我们要修无分别智，那你能够清源真如吗？我们凡夫的修无分别智怎么可能清源真如，然后呢就用见分去做了别呢？没办法呀，是不是没办法？你有办法吗？要不然你为什么皱着眉头看我呢？哦，所以呢，我们根据《楞严经》这样子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之后呢，虽然这个窥基大师啊，不，这个教光法师一直教我们要舍事用根，舍事用根，
我们对三毒来藏有所了解之后，才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去圆着如来藏，圆着三毒来藏的意义呢？大概呢去了解一下，只能够用依稀恍惚的，所以就如同我刚刚用那个镜子的这种譬喻，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说我现在呢，我所以能够去修，我要去观如来藏，其实我能观的所观的都不是实有的，但虽不是实有，并不是呢无体的，也就是说是依着如来藏，就好像镜子所现的相是清净庄严相，是染污相，都是依着镜子而有。但是呢，镜中相不管是清净是染污的，都是虚妄相，没有镜子没有办法现出镜中相，但镜中相不等于镜子。所以舍事用根的用意就在这边，你要看到，而且配合我们上两次所讲的镜子现象是顿分别顿现一切，就好像教光法师在正脉书里面讲的，他的确就是顿分别顿现一切。哦，所以当你正道的时候，山河大地一念化成无上知觉，六根互融，六根隔合开，这是他的专有名词，专用的名词。你的正报圆融了，眼耳鼻舌身六根可以互用，然后依报无化成无上知觉。所以请问镜子如果没有边际的，等于那面镜子不像我们家 一般的那种小小镜子有一定的边际，如果这面镜子是没有边际的，就像我们的心，像我们的阿赖耶识也好，真如也好，这时候没有边际的镜子现出来的不就是一切万象吗？任何一个相都是镜中相，任何一法都是镜中相。是因为我们用镜子去做譬喻，所以呢你就会想象镜子有一定的范围，现在再把镜子的范围打破。虚空观体空观，那个是用天台的，哦，那是用天台的藏教跟通教，它也不过就是藏通二教。那如果是用圆教，不就是这样吗？你说人家马上就可以用圆教修一心三观吗？一念三千吗？我们通常开始学佛，不是都是从虚空开始？就如同上一节课分析了半天，有时候你还觉得，那个都听过了，听过是听过，请问你在自修的时候，真的有这样分析过吗？如果叫你讲，你讲不出来，代表你没有真的分析过，你只是知道这个道理，你也从来没有真的分析过。可是人家南传的，是真的就在那边吸吸吸吸到真的无我，啊，我们都知道那个都不堪用，那个太小了，那只是藏通二教，我会一心三观，哦，讲较好听尔啦，讲较好听啦，做未到。要做到到，就是咱凡夫，那不是像六祖慧能安尼，就是爱对虚空观开始。哦，啊，佮进一步较有可能提空观，你提空观都做袂到，你较有可能一心三观。哦，歹势，你都要问安尼，我只有安尼回答你吼，唔是讲你就是安尼啦吼。哦，好，再来五八二，倒数第五行有二。广明四分，刚刚说了那个他讲了啊，一定要从四分讲，所以才会想讲这么多，否则讲了别就是见分啊，形象就是见分，那就讲完了啊。所以呢，现在呢开始要广分四分，所以呢我把这边科判呢就把它全部抄出来，里面既然四段啊，它不是见相，不是这样哦。他是先从
见相两分，就是这里开始。然后虚二在588是相见自证三分，啊，所以这个改成一个方式表示比较会清楚一点，这样子。哦，是这样，啊，哦，然后第三段才讲四分，594页倒数第六行，然后总约诸教，反过来说一分，602页倒数第二行，哦，所以三分的是在588的第六行，四分的是在594倒数第六行，一分的是在602页倒数第二行。所以先从两分，见相两分这边开始，哦，所以 这个四分复习一下，你觉得这个是唯识基本教理没错啊，这个相中纲要抄下来的，原先以为之前学到的，我觉得相中纲这四分啊很多啊，好，那个很难了解，很多啊，现在我刚刚说，欸，很简单的，他这写的都写很简单的，写的很简略，很纲要，真的是纲要，哦，所以呢，心心所细分别应有四分，四分则相见自证，证自证分，啊，第一个相是相状，所缘为义，你说那见呢，见分呢，见分啊，能缘为义，所以一个能缘，一个所缘，哦，然后自证分呢，缘自用故，那正知正分呢？啊，能正知彼，啊，正知彼就证明那个自正分，哦，好，所以从能缘所缘开始，先讲所缘，啊，众缘于心，以心为相，也是所缘，啊，所以为什么相分之心不能缘故？哦，所以是只有见分才能缘，相分就是所缘。哦，那好，开始讲色身香味触法六尘，色尘有青黄等相，身尘有直受非直受等相，香尘有香臭，味尘有甘辛，啊，触尘有坚湿，啊，其实触尘用这个，哦，会让人家误会，哦，虽然这样讲对初学而言一看就懂，可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去说触尘是坚湿，你以为是这个，那个不是触尘，那个也叫色尘，这个也叫色尘。但是你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啊？色尘只有青黄赤白，因为眼睛所对的青黄赤白比较明显，哦，而这个其实还叫色尘。那触尘是什么？放上来，你觉得哎，凉凉的。冰冰的，那个凉凉冰冰的，你说那个不是受吗？那是受蕴去讲受，受心所。但是现在是说，你感觉到那个冰冰凉凉的所缘的那个冰冰凉凉的那个叫做触尘。你说那受呢？冰冰凉凉的，哎，现在觉得舒服舒服的，可是如果很冰，你就不舒服。舒服不舒服，受冰冰凉凉冷冷的触尘，哦，对初学而言，一开始你别使讲这麻烦啊，讲起来讲啊，这就是身根所接触的，安尼安尼较好了解，就是安尼写啊。那法尘随则随有色心等相状。哦，所以等于是你的一根对的是法尘，你用六根所对去了解，印度当时候是这样分类的，眼根所对，耳根所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对的是六尘。好，那第七识缘，第八识待见分，待我法之相状。所以第七是所缘的，是第八识的见分带我执法执的相状。他挑重点讲，
哦，那第八呢？第八所缘的种子、五根、器界、根生了。他干脆翻成五根，大家比较好懂。翻成根有根生，还要这么解释半天，哦，这样比较白话啊。所以以上这个就是八识各带其相状。那这个带字，顺便呢，他就这边讲了，带有两种带。那一个偶义大师引用窥玄奘法师也是这样子讲啊，带一个是夹带，亲护之意，能缘亲护所缘，不相离夹带。如同他用一个譬喻，身上带刀剑啊，然后呢，带着视野啊，能缘有视本质之相，相即相分，心直相离，名为带视。这样子太专业的文言了，用一个譬喻，面带火色，你真的脸上有带着火吗？只是很像啊。很像，你看，能缘有是本质之相，能缘的跟所缘的，那个所缘的跟能缘很像啊，所以第七识呢是第二种四带之带，第八识呢是夹带之带，啊，这话还好懂，后面这句是第七识带之尽，第八是性尽，第八所缘的是性尽。第七呢，啊，我你们带之尽是什么意思哦？为什么我去查眼密真的这样写吗？眼密真的这样写，所以相中纲要没有抄错哦。所以我一直在看带之尽，再回过头去看第七所缘的是第八见分带我法之相状，所以第七所缘的是。带是还是夹带的尽，特别讲的就是带的尽，而第八所缘的，因为讲相分了，现在讲相分了，第八所缘的相分是性尽啊，那第七所缘的是这种带，那带之尽，因为是带其相状这样子哦，所以哎，稍微比较专业的还是这里而已哈、哦。好，那见分呢？见照。啊，能缘心性明了就了别，能照前进叫做见啊，所以论云就称为是论，了别用见分所摄，我们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就我们刚读过的称为是论。那自证分缘自用故，也就是说只见分以为自用，也就是说呢，我常说哈、哦，自证分哈、哦，哎，就好比那个瓜牛伸出两只脚。实际上这两只脚离开瓜牛的头，另外有两只吗？没有。但是呢，自证分呢，就是只见分以为自用，这样就是我证明他，我的确有了别，自证分啊。所以见分就是第三分之缘外之用，第三分就是自证分，我的作用就是见分，见分就是我的作用，我是见分的本体，它是我的作用，哦，这样的意思啊、哦，所以只见分以为自用，所以也叫做自体分啊、哦，因为是对其他三分叫做自体分，哦，那这样的话三分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四分呢？啊，他说第三体又名为自证，第四分能证之体，哦，所以。见分要自证分来证明，就是我的作用。那自证分要谁证明它？第四分啊、哦，是第四分。因此在这边他就必须要去讲能量所量量果。他下面要解释这四分之间的能量所量量果。所以第二分见分缘相分，第三分能缘。第二分见分跟缘正知正分，第四分缘，第三分智正分、哦、那这当中有能量所量量果异别、啊、我觉得他用的譬喻这边呢，
前面还很清楚，后面呢比较特别，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哈、哦。以尺丈量于物，物是所量，尺为能量，是几公分，是几公尺，解数之字是量果，字哦，字哦，是量果。心等量尽，内意因然。果是什么呢？因满了叫果。所以第二分见分原相分时，以第三分为量果，等于见分自己是能量，相分是所量，自证分是量果结果。第三分原见分的时候，自证分原见分，第四分是量果。自证分本身是能量，啊、哦，那刚刚讲自证分还可以圆后面的、啊，所以自证分圆第四分的时候，以谁为量果？第四分量第三分，第四分是能量，第三分是所量。那第四分是所量？没有，我说第四分量第三分的时候。能量的是第四分，第四分可以量第三分吗？可以啊，可以啊。哦，对，下面要讲的就是这个。但是他先讲第三分量第四分的时候，啊，谁为量果？啊，盖以所缘第四为量果。第四分圆第三分的时候，也是以所缘的第三分变成以所量为量果，彼此之间。自己当能量的时候，对方是所量，也是量果。第四分当能量的时候，第三分是所量，也是量果。啊，因为之后后二分功能同故，不必再更立第五分。啊，所以这个四分就是的用来分，不是体名，是用意用来分，不是从体来分的。啊。如果要讲体，只有自证分可称为用中之体。所以前二是对外，后二是内部自己。他这边就要稍微解释一下：相分是外，故云外；见分缘外，故云外。一个是事外，不是说就是外，看清楚，很像外。啊、哦，然后圆的这个啊，圆尽而了别，叫做圆外啊，不是很有钱的圆外啊，所以非为其体之外，所以他讲的前二是外，后二是内，解释这个外，然后后二分均圆内啊，所以都叫做内。OK， 好，那么自证分也圆见分，为什么不是跟着见分一样叫做外呢？哦，答曰：自证分虽圆见分，外向较圆，不云外。哦，所以它还算内。哦，那初等于四分里面，相分只能够是所缘。后面三个可以当能缘，可以当所缘，叫做后三通二。啊、哦，见分可以当能缘，也可以被自证分所缘，所以它。有能源也所缘，那自证分正自证分也是一样，都可以当能源所缘、哦、但是量出来的三量，第二分见分通限量，还有呢非量跟圣言量，三量应该是这个、哦、然后第三第四都只有限量，都只有限量、哦，那自证分跟正自证分皆为是限量，限量见分之量随事不同啊、哦，所以通三量就是它有非量啊、哦，五八四的见分都是限量，第七四的见分一向都是非量，五八一向都是限量，麻烦的就在这里第六四的见分。通三量、哦、那相分呢非圆律之法， 它不是能圆的，它只是被人家圆的，所以
非身量所摄，那相应心所，以此类推，这样子。哦，基本上把这四分的基本常识用相中纲要帮大家复习一下。哦，那这个五八二的最后一行，他说哈，先生自义，然后后方破他。哦，那自义是什么呢？就是倒数第三行讲的，有漏是自体生时，皆是所缘是能缘相现。那个是字呢，贯穿到所缘能缘。哦，所以这时候他说我们要讲的是这种情形。哦，也就是说开始要用四分去解释那个形象了别。 哦，所以就有能缘跟所缘啊，这种相似的出现。然后呢，不但是心王如此，五八三就说比相应法因之义耳啊，是相应的心所也是这样子。 哦，然后五八四这时候呢，从那个能缘所缘的相似的能缘相似的所缘，你去定义见相两分，相似的所缘相说明相分，相似的能缘相，你看都用相哦，所缘相能缘相哦，说明见分。若心心所无所缘相，因不能缘至所缘尽，一定要有所缘相的相分，如果没有就不能够说你能够缘所缘尽。否则的话，如果说要可以或因一一能缘一些，如果你不是这样定义的话，那通通都可以喽，啊，甚至呢，自尽如余，余如自故，这个话就比较难懂了哦，因为这是他立的量哦。那五八六的文字，若心心所无能缘相，刚刚讲的是心心所无所缘相，这时候就不能够缘至所缘尽，哦。那如果五八六这边呢，如果心心所没有能缘相，就因不能缘，就像虚空它是不能缘的，它只能够被人家所缘，顶多它是被所缘，它不能能缘。哦，如果你要硬说可以，那这时候虚也就硬说什么可以，心心所没有能缘相也能缘，那虚空也可以能缘，他的意思是这样，论文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用这样来反证，心心所都一定会有升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四能缘相、四所缘相的见相两分。五八七的这个中间的这一句论文才说，心心所必有二相，那个二相就前面讲的四能缘相、四所缘相。在引用契经，就是后言经，他刚说了啊，他最后一行的解释，后言经里面就写，一切唯有觉，所觉亦皆无，能觉所觉分，各自然而转。他说前面两句唯有觉，所觉亦皆无，就是内心有，外境无，内心的觉有，外境的所觉无。然后后两句内心的见相两分，各自然而转，也就是前面讲的四能缘、四所缘相。到这里见相两分，到这里如果三分，那是五八八这样子。哦，所以在这边呢，他只是要先证明，一定心事升起来的时候一定有四能缘相、四所缘相。那回到五八二的最后一行，为什么说先生正义再破他呢？啊，他的正义是什么呢？啊，解读这边写哈，两分取舍啊，也就是说呢，数记这边讲四分钟，本论以所缘为相分，能缘为见分，都是依他起性所设。此一承挪，我是觉得为什么写承挪是第两分？啊，我觉得他这句话也奇怪，因为承挪哈，就像我们这边大家都背过啊，
啊，对啊，安慧是一分，难陀是两分，成挪是三分，护法才是四分。所以呢，这边他的意思到底是写错，还是说从成挪的三分里面的两分去做立论？会不会是这样？哦，否则解读不会错得这么离谱呢。理论生老师应该不会错得这么离谱。也就是说呢，这个两分是依他起信成挪论师讲的啊、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呢？因为安慧等古大圣师多立一分说，即唯有是自证分，也就是说实有体用的依他起信的存在，只有一分自证分，实有体用的。体用不是体性，体用的依他起性的存在，而无真实体用的相分、见分存在，没有。见分、相分都是虚妄的，真实存在依他起的只有自证分，相见两分都不是。哦、那么成挪的弟子护法论师才说呢，见相两分还是依他起性的有体法，依据成挪所传的极量论显发之。大概是这样，是因为根据极量论前面才会写啊，以这一个成挪论师立两分论为说，都是依他起的，见相两分也是依他起哦。他的用词大概是这样，所以现在成慧士论于解释能源所缘之时，先以两分之说叙述至中的正义哦。那底下的话呢，这是我抄那个词典啊，顺便复习一下这安难成护哦。自证分只有它是依他起，以为依他起的诸事，只有自证分就是自体分的一种。见相两分本来无体，只是无始来的虚妄熏习，在依他的自体分上辨识所缘的镜像而现，叫做相分。有辨识能源，虽然都是相似的能源所缘，但是呢，他这边讲的是在自体分依他起自体分变化出来的虚妄熏习，所以见相两分都有片计所执，从自体所现的无体法，只有自体分自证分是依他起的有体法。哦，这个是安慧。难陀见相两分，初相来说就是见相两分相对，认识就成立了，不用再假定自体分等作用，它没有自体分的哦。所以难陀根据世亲无性的摄论，摄大圣论释啊，但立见相以为依他，不在此二分之外，更说三分四分，见相两分也是依他起，只要这两分就好了啊、哦。那见分能变的事体，能变的在见分，由这个事体转世外境相现，叫它做相分。所以这个相分的体实在于内，是见分变出来的，是见分变出来。这是难陀的两分，跟成挪的两分就不一样。成挪的两分都是依他起，所以刚刚那个理论生才会说是根据成挪的这个两分啊、哦，所以成挪、折中、安慧和难陀立三分，相见两分一定有所依的字体。假设没有自证分，相见两分应该相离而有，那就变成有一个体外有境，所以立一个自证分为第三分。那见相两分都是依这个字体分而起的作用。数记说，成挪等取成挪这一派。诸事体及自证分转世相见两分而生，所以我喜欢用的譬喻就是从这边来的。蜗牛变身两脚，事体是依他性，转世两分非无，也是依他起，三分都依他起、哦、那若无自证，二定不生，就无头脚定非有，没有蜗牛的头，一定没有蜗牛的两只脚。还有无尽时面影不起，会有脸会去呈现在镜中相，
是因为有镜子，镜子在那边，所以脸靠上去才会有面影，这样子，所以等于就是这样才有哦。所以三分都是依他起的有体法，离开自证一分，相见两分存在。但心心所识别对境的作用，如果仔细分别，要有四分。所以到护法这一派，在成罗三分上面加上第四自证分，为正知正知，为正知自证分的作用。因为所有能量一定要有量果，就是正知能量的作用，否则怎么证明你能量呢？要有量果。所以见分当成所量的对象的时候，自证分当能量。假如没有正自证分啊，就自证分没有量果了。所以别立正知自证分的正自证分。刚讲举的例子就在这里，相分如绢布，见分如尺度，自证分如数知其所量是的尺寸。尺寸啊，哎、哦，一尺，这个布是一尺，然后政治正分证明其结果的正确，一尺没错，啊，所以以此量绢布的是治正分，确证所量的是一尺是正确的，政治正分，证明确证不误的，可是你要证明你的政治正分是什么，你真的是用尺去量绢布。证明确证不误的，等于确证不误的是正知正分，但是你要去证明确证不误的，就是你真的有用尺去量布。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好玩，我终于想通了，你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他不需要再另外的第五分。可是你那个以尺量绢布是两个东西啊，一个尺子一个布啊，对啊，前面的见分跟相分都在啊，嗯。所以是啊，所以来证明政治正分的就是你的这个见分对着相分所得到的见分量相分的量果是什么，是对了。这句这个譬喻就是指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真的是用尺去量，量出来就是一尺。他是因为他要这个，他要那个三量的这个限量，不是限量，就是说这个去量这见分，对不对？量能量所量量果。他知道这个三个很完整的时候，他再搞个第四个出来，然后他又这样子解释，哦，也不要第五个了，这样四个就已经对。那我就觉得好像都是你在说话，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护法的四分说不尽然所有为识的。的人通通同意啦，因为有的弄得不同的，从来我也没搞懂过为什么一定要第四分。他用了这个譬喻，我多多少少说哦，还可以了解他另四分的意思。哦，好，今天就到这里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嗯，多。